在3月14号是白色的情人节，大农大富除了办理全台最大的赏萤活动之外，更在情人节的周休二日办理了萤满瓶生疗愈满分活动，疗愈市集音乐会，邀请了在地具有特色的乐团现场的演出，而现场不仅有许多的情侣，更能看到带人带着孩子共同来游玩。听着西洋经典浪漫歌曲，草地上的小朋友陶醉在音乐中，就是光复乡大农大埔办理的萤满瓶生疗愈满分疗愈市集的音乐会。萤火虫的婚礼歌曲，因为呢每次萤火虫季节的时候呢，就是他们那个萤火虫们 很可爱的相遇，然后在一起的感觉。然后这首Stand by me英文歌送给大家，先给我点热烈的掌声。3月14号是白色情人节，大农大富除了办理全台最大的赏萤活动之外，更在情人节的周休二日办理萤满瓶生疗愈满分疗愈市集音乐会，邀请在地具有特色的乐团现场演出，现场不仅有许多情侣，更能看到大人带着孩子共同来游玩。这很高兴啊，感觉有光复乡找到希望了哈，因为小朋友很少看到了，尤其小朋友可以席地而坐也好，可以坐到草地上是不容易。音乐会现场都能看到各式各样的特色摊位，白天有音乐会的演出、主题市集等等的精彩活动，晚上则是可以报名赏萤体验，最适合情侣共度浪漫的白色情人节。今年的活动门票一人平日220元，假日则是250元，包含萤火虫生态导览解说与在地的伴手礼。记者高双双，光复乡采访报道。